各位好，我是晚熊哥，晚熊哥又来介绍牌组啦。今天玩我们这张白木龙牌组，白木没有啦，白木它有100张眼睛，这个牌也太恶烂了吧，这个就是一个很恶烂的牌，但是好像比天眼纳吉好一点。百慕龙按属性等级8龙族同步效果的怪兽，它的召唤条件必须是按属性协调加协调以外的恶魔族怪兽一只以上，一回合一次，可将某方墓地一只等级6以下的按属性怪兽从游戏中除外并发动，直至回合结束，此卡被视为与除外效果怪兽相同的同名卡，获得相同效果。此外，此卡被破坏中的墓地，从我方牌组将一张冠有地府神之名的怪兽加入手牌。对，那它被限定在要用暗属性的协调跟恶魔族的怪兽才可以，所以我们就选用这一张奇术王月星。因为以前在玩奇术王月星的时候，因为奇术王月星它必须把自己限制在只能同步怪兽，只能同步暗属性的同步怪，所以这个就可以拿来搭。那我只能讲这副牌真的蛮废的，就是因为打点不太够，然后又没有抗性，所以真的是输的是蛮惨，但是就想说来玩玩看。对，那它的最主要效果是可以获得墓地里面等级6以下暗属性怪兽的效果，所以我们就要去挑等级6以下的暗属性怪兽有哪个是比较好用的。但是第一个是你要这样挑，第二个是你要怎么想办法把这个暗属性怪兽堆墓。所以我的想法就很简单，就使用开天辟地，开天辟地搭配我们的盖亚，还有这个双重小子跟我们的突袭魔女，这些都是战士族。那开天辟地就是选三张，其中一张阿巴还是盖亚。那如果他选中的是盖亚，你就可以拿到手上；如果是选到的不是盖亚，就全部丢墓这样。对，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开天辟地来做堆墓。那我们就把这个双重小子堆到墓地。那双重小子的效果是，此卡在战斗阶段可以攻击2次。所以当我们这个白木龙被同步出来的时候，如果墓地刚好有被我们堆墓的双重小子，就可以拿来做这个搭配，就是他就这个白木龙就可以攻击2次。对，那你说攻击2次很强吗？我觉得不强啊。你一个加拿大或是一个控制器你就不用玩了，因为它的效果在结束阶段就没了。对，所以基本上白木龙还是不够强。对，那等这个今天刚解锁嘛，我们可以之后可以来玩玩看地府神。好，那还不错，还算有趣，但是就是不强。那要怎么去同步呢？暗属性的协调加恶魔族，那恶魔族就是我们的月星嘛。那月星的效果是，此卡作为同步素材，只能用于暗属性怪兽。第一个效果，我方场上存有协调的时候，此卡可从手牌特殊召唤。第二个效果，此卡召唤特殊召唤成功时，可以我方场上墓地的一只怪兽为对象，只是结束时变成该怪兽的等级。但是如果发动这个效果的话，我方不可进行同步召唤以外的特殊召唤。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他可以把墓地的一只怪的等级变成自己的等级，墓地或场上的一只怪变成自己的等级。那我们的地狱警备员是等级1，那要配等级7的才可以变成8嘛。所以我们这个堆墓就有意义了。我们的开天辟地把盖亚丢进去的时候，就可以拿来堆墓。那堆墓的情况下，就可以把月星跟这个盖亚变成同等级，那就可以同步1+7=8，叫出我们的这个白木龙。那白木龙再发动双重小子，把双重小子除外，得到攻击2次的权利。Sweet， 感觉好像很威哦，其实很废哦。好，那突袭魔女就是把多的开天辟地啊那些把它炸掉用的。对，好，那盖亚这张卡其实我觉得它应用很多，因为它等级7可以直接无需释放，所以我们用开天辟地拿到手上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效果。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回放吧。想打我们游姐，好了，一个奈弗蒂斯的祈祷者炸掉凤凰神。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拿到月星了，那现在就用开天辟地。开天辟地蛮重要的，一开始我有多放一张啦，多放一张协调，后来我就想说算了。好，那我们把它炸这个堆墓，那选包含双重小子加上2只盖亚堆墓。
好，那我们现在手上有一张协调，我之后会把它换掉了，对。好，那一个地狱警备员先下来，对方的凤凰神回到场上来，我们来做一个绿牌。好，来，对手直接下尤贝尔，哇塞，好炸掉。好，来，地狱警备员来下一个骑术士月星。好，来，这时候做一个1+7的同步，我们把月星变成等级7，就直接同步。好，叫出等级8白木龙 ，sweet。好嘞，这时候。再发动除外之后，我们就得到这个双重小子的效果，我们就可以打两次。哎呀，这个很尴尬，你看直接GG，傻眼。好，不过没关系，对方叫出这个叫什么尤贝尔来，我们把它炸掉。好嘞，这时候再下地狱警备来等级1+7的同步，叫出等级8星辰龙。打尤贝尔有星辰龙就爽爆了。好，来发动粉碎，那没办法打两次了，因为刚刚的效果已经用完了，他只能用一次，就是结束阶段就没了。好，来，对方的尤贝尔又回来。好，来，尤贝尔想发效果，来，我马上发动星辰龙效果破坏 ，sweet， 无效并破坏。来跳出第二形态，不，第三形态。好，来，星辰龙回来。好，来，再次发动粉碎。好，再打过去，哇，暖虫！我那时候觉得对方有点，如果对方都不打，就把我耗死，基本上我就赢了啦。对，但是他还是要打我，他就是想打。好，没关系，那我们这场就赢了。好，我们再看下一场。好，接着打我们孔雀无。好嘞，哦，对方一个亚马逊的剑师，哦，一个传家宝吉巴。好，那我们盖一个开天辟地，来一个加拿大盖上去，警备员先下。好嘞，对方一个老虎，好来打过来吃我一个加拿大 ，sweet， 来打爆，来绿牌，来再绿一张警备员出来。好嘞，一个开天辟地，来选两只盖亚，配一张双重小子，那这样就可以打两下。好来准备，好来把月星变成跟盖亚同等级等级7来做1+7的同步，等级1的地狱警备员跟等级7的盖亚做等级8的同步召唤，叫出等级8白木龙 ，sweet， 好来再发动，再直接除外之后可以打两下，来发动粉碎，好来清掉 ，sweet， 但是只能打两下，只能用一次。好，再发动粉碎。那为什么我不叫星辰龙？因为我已经发现他后台是无底线坑了。好，来直接被放蒙瑞魔神击吧。好，来没关系，来再下来发动粉碎。因为变成等级7，又可以再加300 ，sweet。好，我们再看下一场。好，来这场打我们孔雀无。好嘞，对方一个香水战术。好嘞，一个齿轮接。好嘞，哇，马上就叫一个星雨侠出来，击吧。好嘞，不慌。好嘞，开天辟地下来分段下，好嘞，盖一个盖牙。好嘞，吃了一个分段。好嘞，对方一个双重旋风来直接炸，他为什么不炸我中间那一张？我真的不懂。好，结果他是一定是错过发动时机了，应该是，我觉得是错过发动时机，是吗？我不确定。好，那一个地狱警备员，再下一个月星，来月星跟盖亚调星。好，来叫出白木龙，来发动白木龙效果，来除外打两下，发动粉碎。第一下，第二下，碎。好，我们再看下一场。好嘞，这场打我们暗游戏。好来神抽一个开天辟地，好来那先下一个1900次元幽禁，马上被盖亚马上被次元幽禁弄爆。好来一个开天辟地，来选三张，其中一张要包含双重小子，那双重小子上手就算你衰。
好来一个警备员，来下一个月薪，好来变成等级七之后调薪，叫出等级八的白木龙，好来打过去。这场也是蛮无言的，来对方一个还有魔术之爪，来叫出这个时间宝魔术锤。那这个时间魔术锤，我觉得它效果写的不好，它效果是说。此卡特殊召唤成功时，以场上一张怪兽为对象发动装备，以此卡效果装备的怪兽与对手进行战斗阶段步骤时可以发动，掷一次骰子，直至掷出骰子数字相同回合后的准备阶段，将该对手除外。那他的意思应该是直至掷出的数字相同数量回合后的准备阶段将对手除外，那意思是说直到三。那就是三回合后才除外啊，应该是这样子解释才对嘛。那就觉得写的有点不好，哎，那他意思是说，直到几你就几回合后再回来，而且没有限定一回合一次，哎，其实还蛮强的。好来，没关系，那就慢慢累积吧。好来，回来了。一开始完全搞不清楚这个锤子，因为比较少遇到。好来，来发动粉碎。要来打过去啊！我又出去啦！到底在干嘛？来闹的哦！好来想说怎么都没有抽到突袭魔女。好来，对手直接叫黑魔导。好，这边就很白痴啦。好来，迪马欧斯之眼叫出咒符龙。好来，咒符龙除外之后打过来，吃我一个分队。好来，他直接把我除外击吧。好，地狱警备员效果再拉出，哎，没有拉，没办法拉。好来，回来，来这边就很白痴。哎，我以为他一回合只能一次，所以我就两次都去打他，超白痴的。哎，好，没关系，来发动粉碎。好来打过去，结果被出去。来，我以为一回合只有一次，结果又来。这个人想说这个人是智障吗？好来改打咒符龙，来对方发动咒符龙效果把黑魔导特召回来，但是他没有发现我可以打两下，所以我刚刚偷偷发动我的效果。好，我们再看下一场。好来，最后一场回放打我们杰克。好来哦，红萝卜。好来一个雨炫炫掉，那这场感觉赢面蛮大的。好来盖好盖满。好来一个开天辟地，来选两只。好，双重小子堆木。好来他GG了，准备了。好来月薪下。好来调薪，等级一地狱警备员跟等级七的月薪做等级八的同步召唤，叫出白木龙。来发动白木龙效果，除外打两下，发动粉碎，第一下，第二下，碎。好啦，这副真的不强，哎，那用了就是娱乐。再讲一次哦，只是娱乐啊，非常娱乐啊、哦。对，就是测试白木龙的效果，因为目前还没有，我觉得还没有找到比较很适合堆木，然后又有不错效果，可以让它复制的。那我原本是炒。用恶魔送行去堆木，但是因为如果你恶魔送行堆木，你也会把你的月薪堆下去。那我后来又想说，那我们用不死族，但是不死族又找不到效果够好用的，所以最后我还就是选择用战士族啦。好，那我们来打实战吧。好，这场打我们暗马力克。好，现在是怎样？没人动。好来盖了一张。哎呦，哦，假面牌组啊，好久没看到了。好，一个雨炫直接炫掉，再见，纸张。哎呦，直接变身。好，那下一个地狱警备员，可地狱警备员可以把这个
做一个绿牌。好，再下了一张。好，那没办法，就只能让他干了。好，来发动暗鬼效果，检索通牌组，检索一张假面变身。好，那我们再特招一张出来。来吃我分蛋！哎呦，白痴，太早发了啦！那这样子他会扣血，除非他用手背的。那这样他会扣功哎，对嘛？搞啥？好，来被打爆。来发动，好来丢双重，还有两只盖亚，丢好丢满。哎呦，手上拿到盖亚，好碎碎碎，好来抽牌，哎呀加拿大，好那我们先下盖亚干爆他。好来发动粉碎。应该是加拿大，应该不是变身。如果有变身，他刚刚应该就直接变哦。果然，好来，没关系。那我们等一下重置攻击力更高。哎、欸，他不打哎、欸。好，来一张月薪 ，three。好，那我们下一个警备员。来，再下一个月薪，来月薪特招。好，来月薪效果发动，选择目的一只怪，让攻击力变，那等级变成跟他一样，那我们就选我们的盖亚，目的或厂商都可以选。好来变成等级七，好来同调。哎、欸、哎、欸，这好像叫暗红恶魔好像比较好哎、欸。对，因为暗红恶魔手背全炸哎、欸。three， 好来把等级一跟等级七同调。好，那直接叫做暗红恶魔龙 three， 刚好用的是那个杰克。好来发动粉碎，好来全炸，炸爆，再见，碎，好扣他2900。哎呦，决断小子，哦，好险我有加拿大，不然又被他卡死了。哇塞，誓死奉还。哇塞，3050！好，要打过来，来加拿大盖起来。哎呦，他墓地有加拿大，对 ，three。好，两只都手背，暗红木龙打过去，直接让他高潮。那我们应该要打加拿大，因为加拿大不受怪兽效果影响，所以如果我们打盖牌那一只，就会炸不掉加拿大了。把它放到粉碎，
水炸吧，炸炸，完美。好了，这个牌蛮废的，但是因为新牌总是要拿来玩玩看，才知不知道到底强不强。对，那搞不好之后有更强的适合的搭配可以拿来试试看，那晚一点再来玩玩看地府神吧。那有兴趣试试看咯，我是玩熊哥，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并且分享啦。那我等一下要来去吃便当了，所以各位再见。